声聞こえると思った大腿的力力气耶，滑一下就是用一次力。62还是不行的。啊，你有给他看数字啊？那我大概到59，我大概到59。就是我说你拍到大恐龙的缆车啊，那就是那个红黑啊，那个下去就是推推地带啊，去35的缆车啦，什么仓浦藻啦，大平啦，全都在那。然后昨天讲你就说忘记了，那个缆车我们坐过2次还是3次啊？2次吧。我就是只要看到那个缆车，我就知道可以直冲了，我就直冲了。
有啊，今天比较没有云啊，现在是有太阳的状态，只是上网的雾还是这么大。搞不好滑到黑鸡那里，太阳又跑出来了。今天的百万人是清楚的。刚刚坐缆车的时候，滑雪学校。嗯，好了，走，冲去百万人。现在几点啊？9:13，9:13，他会不会9:15才会到？那就百万人，是啊，还是先滑黑鸡，趁现在人不多的时候，先去黑鸡，再回很长。
就是早上残留下来的，预报说九点以后就没有了。我们都以百万人为基准，百万人刚是糊的，那等一下上去顶多百万人变清楚，顶多就这样而已。刚刚就热身了、啊，没有拉筋。哦，你说没有拉筋啊？那怎样？机只有这时候，还是再来一次，因为刚最后的那个波很舒服，不是吗？跟昨天下午差那么多。8:45。
花的回家。
的风景。松雪区，松雪区，马来西亚，雪镜，雪镜跟帽子保护你了。啊，很重吗？蛮重的。帽子啊，安全帽好。右半边是雪比较多，我刚刚有被吓一跳。你是因为雪太松，还是遇到人的痕迹？你是因为雪太松？
对啊，质感不一样啊。往前还是往后？搞不清楚。我看不清楚，我知道你摔了，可能有路道。不用了，我抓得到了。我现在再来拍，不用管他，他没有哔哔哔停下来就没事。那你要把它拆开就好了。你的帽子里6个洞。左边薄，右边厚，回头看，然后往下看是右边薄，左边厚。哎，这里比较凹凸哎。瞬间就倒了，他本来是很慢很慢的直直直直直直直，就像这个状况，但是他突然间就倒了，我不懂为什么，他就做这个 pose， 然后突然间就倒了，奇怪。
他还在研究，他在练习哦，他在练习耶。在练小转，然后再感受前后的重心。哦哦，不平了吧？再滑一次这个坡看看，不平了吧？可能。是啊。
如果我会昏的话，才会有可能有更严重的。你要是就只是觉得撞到，那就还好而已。你要观察，我会就昏倒了。没有，你如果那种等级的撞到的话，不管是正面或背面，血一定会更多。就至少要撞进去10公分吧。好的。
到中间就可以下了，就不用坐到山顶了啦。山顶的话，其实现在刚刚仔细一想，你还要往上爬个坡。没有啊，如果明天一大早起，天大要坐到山，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所以我现在觉得，加起来走跟推值得啦，从餐厅旁边拉上来，直接滑百万的还比较快。但是我觉得那也坐好久哦，而且8:45才上车哎。不是，我是说就从一样都不会坐到中间就可以了，不用坐山顶。那之前就觉得说，哦，山顶下来就不用走，不用走往上爬到铜锣头餐厅那一段。但现在仔细想想，一样要爬，一样要推，那就把那一段用在这里，因为山顶那一段也不好滑。结论就是坐在中间就看不到路的时候没看到这个。对啊，所以结论就是更雾了，更雾了哈，就看风了，看风跟那个雾。一阵一阵的，现在是风大，有没有？的话要在缆车站那里，谁先录谁，我先录你。现在录得到啊，现在能见度是看得到的。那我先下去了，好。
说什么？挥手一趟。哦，因为上面比较雾，下面比较不雾，我看得到你，看不到我。那怎么办？其实不用录也没差，走了吗？我滑得很丑。你觉得滑得很丑？不用走。哦。不用啊，不用啊。因为这一段我觉得有点平啊，没什么。好啊。没眼睛，没鼻子，没嘴巴。主要是要看鞋子，而且也乱乱的。而且你刚刚这样一弄，我就突然想到，我不是说，我找不到上面。我不是说我已经有办法比较不震动的滑法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但是我有一个，就是说，我想到另外一个的东西的原因，我想出来了，就是现在最清楚的吗？对。就是那个，为什么突然间乱雪，突然间是压雪，突然间是松雪，我都有办法对应呢？因为我知道我们在滑的时候啊，踩这只脚的时候，它不就有阻力吗？然后如果一开始是压雪，它就很快，对不对？那突然间变成松雪，它突然间就会很紧。然后我们以前就会突然间身体就要往前扑，就要倒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身体会稍微往前扑一点，但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，就不会真正继续倒了。我们会突然间把这只脚松开，对吗？就是你把脚松一点点的话，它阻力就没那么大啦。嗯，对啊，就是原来这样子可能是这个九层，这个一层，然后突然间紧的时候，我会稍微松一下。左脚直流松一松松一松，就会适应那个速度了。所以就是我发现，就是现在比较乱学，知道怎么滑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已经会乱转弯了。一碰到危险就赶快换一只脚，两只脚可以轮流调配压力，所以就比较稳一些些啊。真的啊。没办法，我就会摔倒。然后那个也是之前我试图练小转练出来的吧。觉得突然变松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着把弯变成直的一下，就好一点。就是调压力的方法，要是调压力你听不懂的话，那就是突然间好像要摔的，就好了，变直的，两脚松松的。对，我本来转到一半，突然间唰一下，赶快松一下，全身放松一下，这样稍微松一下就会过去。嗯，松一下又再紧回来。对，整个转弯的过程啊，转的时候是紧，换弯的时候是松。然后在比较缓的坡上的时候，我们的松紧是比较能收放自如的。对，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精进的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松紧就换来换去。不过其实滑久了，这个好像也用不着用想，是不知不觉身体就会了。对啊，就多滑就是了。变清楚了，不公平啊！刚刚跟我看不见、啊。你真的有录到我吗？大概上面30%是一个点，其实录不到。对啊，我都看不到你，你最好是看得到我。我看下面越看越柱子越看越多根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你了。我是一根柱子。一堆柱子，我根本看不见。嗯。挥什么手我也看不见。嗯，而且我的杖又不是黑色的，你应该更看不见。
我是挥手，不是挥杖啊，杖太细也许看不到。就是要尽量动作大、啊，就已经看不见了。嗯。一个小点点。哦，是可的。能见度仅止于此。其实往那边远远看，就有很多探出头的树皮了、嗯，很多了。天空是白色。嗯。不是蓝色。嗯，藏王的松雪真恐怖。跑进去碰的一个就出来了啦，根本来不及做什么事。总之来这里就别想要滑面条雪了。他连预报多云的时候，他也在下雪。我觉得我头发很松的，我现在嘴巴里面有头发。嗯。版权宣告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いしょ。哦，平了，平了，平了。可以顺顺的滑到这。都这么下、啊，跳跳跳吧！我在看这是什么哦，这是你的雪板头。我正想走过来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这结果是你的雪板头。对啊，走近了就觉得啊，松松的呢。好了，那就横仓喽。横仓变就是我录你嘛，对不对？
没有，我是在这里就要准备了，全身放松，肌肉放松，松松的，然后不觉得累，也没有喘的状况下，要一气。恒昌的神秘。回去的路，对啊，参观以后走掉的路线，参观完觉得不行走了，就是走那里。他那边也没什么人来啊，已经很多人走过了。有吗？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多了。
是没有勇气，这么高的地方冲的。明明这样子速度才会够，却不大想。吐吐的啊，不会啊，你用的速度比我快。有点吵。我发现雪很松，所以我干脆就用那个。是你刚刚消失一段，我一直叫你，你都不理我。没有，我在很慢很慢的下，我完全这次下没有那种跳跳跳，我就是咻咻，速度超慢。我就想说，为了安全，而且没有人在路，我不要那么帅，我就很慢的下。我很后座，因为要抵消。对啊，那。那还好啦，那样子才可以适应跳跳啊。其实我们跟厉害的人比，差别只有身体的稍微前面跟后面，蹲是蹲很低，然后厉害的人头往前一点。站起来啊！我在教啊，我在教。好累哦。嘿啊，好了，不下了。不下了。不下了。要再试一次哦。没有啦。好看一点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先存体力啊，下午再来。没有，今天还好啦。对啊，是还好。而且雪多，真的是好。好像几乎没有人走哎、欸，几乎没有人走过。那个雪都很平滑。
太阳大，吓得我那个有吗？我不知道，还好啊。其实我刚看出发筒就很平啊，会跳的在下面，你在想没有？上面我觉得我都还蛮顺的啊，就上面都很平。对啊，跳跳跳。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忍受那个跳了。借我看一下。什么叫啊？什么东西？手机啊。哦，是哦，现在就这么急着要看。那就没事。你消失在树林后面呢？什么意思？你靠得很右边，在树林后面，所以上面有一好一大段没有录到你，对，看不到。你不会往左看，往右动一下？那你要我下坡是吗？按播放啊！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是，我来按了。好小、喔，你不会把我放大吗？这是两倍的。我都拍，你要拍到五倍。那是你那个有三个镜头，我这个只有广角跟一般的两倍，就这样的。这里就有一点要进树林了，啾啾进树林。我下得很斜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用掉很大的横长之力啊！我可能是受到昨天那个我看了自己影片的影响，我知道拉很远的话，回来的那一段中间有跳跳凹，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好了。所以我今天不会动了，有点卡，脚卡住了，就下去一点点。哎呀、啊，然后这里就又看不到我了。对。这里就很久、哦，就觉得人又抽出来一下，之后就应该没有了吧？我这里应该就放大了吧？我应该有放大，放大以后就那个了，又缩小了，你又把我变得很小啊？没有，让大家知道横长之力长怎样呗。就一副要下来的，对啊，就是你是不是跟着我的线下来？我不动的是你啊。那好像是我的，我就觉得哦，这家伙跟我的线。没有啊，就想说最高度可能可以了吧。是啊，是啊，我那时候在自言自语啊，我就觉得哦，心理上还是有点不敢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拍得很好，如果再降的话，我就会没速度了。后来我就觉得好啦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有啊，绿屋顶让你看到啊，欸、看到啊，哎、欸，现在可以去山顶的感觉。那要从哪里上车？而且可能到22号就差不多了。有啊，这里哦，这里直冲去黑鸡去坐黑鸡啊。先看黑鸡的山顶行不行啊？哎、欸，现在很难哎、欸。好，改变计划，冲啊！应该是三路站啊，树林高原站上比较快。我觉得是弄一点走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不是直接就接28了？对啊。好了，爬一下下好不好？推一下下就可以去那个站了。28就可以，同阿头就去山顶站了。好，就推一下下就好了，可以吧？去看看啊。有了，最起码到那里为止。好像还可以呢。去看看。好，很好，刚好在龙猫旁边，冲啊，冲啊！
车轮了，一响，一响，我是卡到什么东西了？做出来了，磕一磕就有了。你还写得出字啊你？画不到了，我作为画作就已经可以画。对啊，来不及吧？好吧，那些也被刮得差不多了。很乱啊。你看这样，但是明天他就会复活，真是太厉害了。还会下吗？今天？应该说预报就算没下雪，藏王也会下一些来。或者他不下，风也会把它吹平啊。这就是藏王的奥妙啊！哦，他就这样子很快乐的滑掉一道了。这个坡度啊，真的直直滑差不多。我就说他很快乐啊，我又不是说他这样子是可恶什么，我没这样讲，很快乐啊。好，这里可以拍一张，拍一张，拍一张。漂亮，是有照到太阳。对啊。好吧。蓝天快要吹出来了，再一下下，这片走了就好。这里有缆车，晃动过了缆车来。想要录影，又有几个，好的，好像快要出现了。搭缆车，蓝天快出现了。蓝天，太痛了！蓝天出现了。嗯，有晒热的感觉。小雾雾，推推推，冲啊！4分30秒。什么4分30秒？缆车时间4分30秒。什么意思？坐下面坐到底这一段。28。对啊。是回声还是怎样？它播放有点卡住。CD 跳帧啊。这个车什么时候开始有音乐？你说之前我们都没听到哈。今天礼拜五是不是？他真的有跳针啊啊啊啊！
道死不记得。他后面合音的、欸。他可以拉长音呢，以跳针来讲，这怪怪的。难道他是磁带的磁带吗？忽快忽慢，怎么没唱啊？没了没了。看后面很漂亮。我就是说，黑鸡的下面往右后方看，也是。都很多啊，这里也是，那里也是。这个方向，吼吼吼！就会来这个。有啊，等一等啊！上一次我们发现的时候，我们走的速度没那么快，山顶没有就等一下。Thank you.